干嘛？可以边录边拍照吗？不行啊。好，这是老公公在收衣服哦。这间的饭店很好哦，有可以烘干的，更可以有洗衣服，都不用钱。虽然上面写着英文，我看不懂。这是姐姐送我的衣服。这个是幸运衣服，老婆穿这个，结果老公就得有绿的冠军。没错，我以后再也不要穿绿色了，好可怕的经验。有屁股冠军。好了，就这样。